近日，张哲瀚在个人账号晒出粉丝手绘图，海哲们也太优秀了吧，都是神仙画手，画得好有韵味呀，大家同样都是手，这就是差距了，是双向爱的，没错啦。此前张哲瀚敷着面膜下班的照片引发网友热议，只见照片中的张哲瀚换了一身休闲服下班，头戴白色棒球帽，口罩之下竟然还贴了面膜，这种双层结构总觉得黏黏腻腻，利用碎片时间护肤，张哲瀚真是紧凑型时间管理达人了。